30秒的量。天哪！我错了哥，我错了。不是亲的，不是亲的。没事。友谊赛。友谊赛。所以这样还是不行，还是得快。我本来是打算帮你挡的，用了。别欺负我老公，他年纪大了。所以这样还是不行，还是得快。我们应该二合为一，两个人合体一起突破。请出歌。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差不多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哎呀！这要干嘛呀？要飞啊！我要重新找回属于我的天地。哇！哎呦我天！走，你等。哎，坐，你往前滑，完了，哎呀，完了，他要走了，完了，来呀，陈立农，你快把水往回舀。我在自救。哎！完了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！老公。他已经走了一个了，3v2。来，我们两个一起上。来 ，OK。弄他，先弄凯哥。行了，别怕他干什么，来喝点水。同志们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水有点多了。完了，我的船废了。啊，我的船废了，朋友们。完了，自毁，你这属于自毁。来，有请程程。弟弟。哇，这个好。
这样好。咋的了？你一点都不模仿的吗？啊？哦。你跟着我，我不能给你什么。你可不能给我什么吗？打掉。来吧，做出你的选择。做出你的选择。你们两个要不要重现一下那个？重现什么？重现什么？对，天热有情的一个片段。放过我吧。又演戏。我错了。又跳舞。来，我们有一个道具哈。哇哇哇，这个还行。这是一段刘德华和金角大王的爱情故事。来，准备，天若有情选段 ，Action！ 跟住嚟做咩啫？走啦！我攞翻件衫俾你，仲有个打火机。一起看。你跑跟着来做什么？反正我就走了。你收我是500。哎，你们看，演戏了，演着呢，演好久了，第一句词儿都下了。500老师。Action！ 跟着来做什么？走吧。我把衣服还给你。还有你的打火机。大的口气。上车。那你得下来，我才能上。第一会儿咱俩坐缆车是咋整？咱俩背着坐是不？哎呀，我现在想想都晕。别往上看是吗？使劲看呀！哇！建设不了啊！不行，你得反着坐。看来。别晃，求你们，大家就稳，安静如鸡的坐着，咱们就大家就坐定了。来了啊！整个人突然紧绷了。哇，这是跳的真是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快，这怎么这么快啊？很漂亮，哇哇！你看下面好美啊，哇哇，好美啊，哇！它上满满有个冲力，还行还行，小点姐，哇，就是过这个坎儿的时候稍微有点。感光我温存的一套，天色放放，把光的汗水和泪光热情化。哇哇，你看下面好美啊，哇！对，房子还挺漂亮的，蛮大的。你们都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汗手。你看到了，到头了，到了到了，好，到了到，马上到了，到站了，到站了，到了到了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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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加油加油，逃过一劫了，吴总，你知道什么叫汗手吗？天哪，没事儿，这指甲你不有抓了？他们三个吓死了。嗯，他这个好，他真的好会。他身体好柔软啊。天哪，你个偶像。啊，我要干嘛呢？来。没想到范丞丞这样动作比我变得都还丑。好难看。杨迪来一个大招。
为什么不肯放过哥哥？直接 battle 高难动作。我找一下我。干嘛呢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吧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别忘了我们的身份，刘德华。来，接下来还有这个。你有一个这个两种版本吗？啊，你来，晨晨来，你看看吧，给你的机会，你先研究研究。我喜欢上你了的霸气版和害羞版。我霸气了。我喜欢上你。我发现。我喜欢上你了。来吧，好好弄吗，晨晨？不行的话，你就山东版。怎么山东话怎么说呀？我发现俺爱上你了，俺发现俺有点喜欢上你了。你来吧，来吧，没事儿。来，来喽，程程、玲姐，要音乐不？我还用陈芊芊的音乐？什么火用谁的？是，是他们的最火吗？现在？对，就是他，就有他们的音乐。第一个是霸气版的，你霸气，我就娇柔是吧？啊，你娇柔。Action。好害羞，我爱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来呢？我喜欢霸气的男人。我发现你是喜欢上啥的人呀？害羞害羞。Action。你害羞，那我就得是一个女企业家。女企业家是吧？姐，怎么了？我喜欢你。我知道很久了。我能做你男朋友吗？车钥匙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哇，这打四眼三零。接下来一个山东，你们来个山东，山东行行。不干，不干。山东是直接前面说。山东没有那么多七七八八。山东，我也有一个自我介绍啊。啊。咦，俺对象咋还没来呀？俺真是想。太像吃葱了，你这是河南话。我不会山东话，我可太像吃葱了。葱呢？老妹儿，做俺女朋友吧。一哥，俺一闻味儿就是你。这山东人的葱味儿，山东一闻味儿就是你。哎呀，谢谢刘姐，行了行了，咱们把人那个小丁的戏毁溜够了。谢谢宣传。今天晚上正好是咱们节目第一期播，嗯，哇塞，重要的日子，是不是可以按节目了？那我们先放第一期节目了。好。青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, we run.